Roblox 在某种程度来讲跟《Girls》差我不是多，都玩模拟类小游戏，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模式啊，甚至有都是那个个人喜好。恐那个什么恐怖鬼抓人，有啊，它很多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在后面一直跟着你的。我觉得可行性也蛮大的，因为而且那个本来是免费吧，我没记错的话。哎呦，吓我一跳！哇，我的连线马上就炸给我看，真的是哈。不务正业，上班来做这个。反正可以提升心脑，算了。我今天超想睡的，我今天真的是忍不住，没有忍住，我想打瞌睡的冲动，太想睡觉。我忘是记，谁？是杰森。嗨，Hello。我忘记先换掉那个。我们再要再等一个吗？再等一下啊。再等一下，对，没错。好，我们来填表单。那个，拜托支援人数有空帮我找好不好？虽然有些要看，有些真的是不一定找得到，有些是对啊，但不一定，我还是尽量能找的我就找了。我已经很努力在找那个，对。可我这边放不准你看，其实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好。先一个一个来。对，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先等等。可是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我不晓得，我不知道那个晚到是指等那个在五分钟就会到，还是说再晚个一个小时半之后才会到？我有点头痛，有点头痛。最多六人，这个游戏是最多六人，对。除了它有大改版或者是人数的地方，我特别调整过。好，你怎么知道我在讲哪个游戏？你现在说不就是《灾难公关》吗？还是你在讲其他六人游戏？哦，其他游戏。没，我在找。那你听上去那个，就是说这个游戏的上限就是六人的意思啊。所以不论是不是我们现在玩的《灾难公关》，是其他哪一个你在说的别的游戏，只要他没有办法超过那个上限的，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大改版或者是模组其他的话，那就是他就不可能啊。最多就了，没错。是没开放观众，还是我们要开放观众？谁？出现。钢刀。看你们啊 ！It's me, Mario。真理啊，四个人的话应该可以先那个，可以先努力一把。不过我先调成44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干嘛？灾难公关吗？灾难公关，对啊。好，等我一下。选择题目15秒，选择答案是15秒。这个东西我是有调吗？考虑啥？我天哪！我再继续整理。灾难公关，好。我们先等一下吧。有没有想说，如果整理之后我自己来？有没有想说，如果今天是高尔夫的话，我就可以大展真身？没有，我就可以一边打高尔夫一边整理我还在找的东西。当你在跟我讲那个整理东西的时候，我的荧幕正好跑出了一段话，是黄色书刊，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偏偏看到上面写黄色书刊，胖虎皮卡丘，好的吧？越来越不烫。你要先等胖虎皮卡丘还好吧？等我一下。哦，我想到那个。那个，母汤的那个啊，你说多拉多拉？对啊，多拉 AV 吗？我没有讲，至少不是多拉 GV 吗？哇，差不多了，好像也差不多了，抱歉。那是什么东西？
不要问我，那是我随便讲的，抱歉。今天预计有哪几位？有杰森、洛林、红豆、肥鸟，我还有悟星啊。悟星的话是可能晚到，可能就不到。今天有肥鸟，肥鸟说他会晚到。哦，我不知道他的晚到是指他晚到是晚到什么时候到才对。那你可以看来今天是不用奢望他会出现了。那大家先准备好那个吗？到四分，然后题目选择时间15秒 ，OK 吗？等我一下啊，等等。我在调东西。我们那个新的一年第一次玩的小游戏就是灾难公馆，灾难的开始，灾难的开始。我先把我的该关的视窗关一关，再把直播打开。你是怕露出什么糟糕的？没有，我在找东西哦，就是已经订单的东西，然后一头拉苦这样冒出来，完蛋。没有啦，我在看那个手机资费啊，手机要续约了。啊，手机要续约，正常啦。手机续约哦，你是说续约哦？对啊，续约是顺便连那个手机都换还是？没有，我手机我都自己买空机，我觉得去那个我不想被绑住。那、你们还买手机？我都手机都用零元的。手机没有，我已经快要达成 Apple 全家桶了。紅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没有啊。对、啊，不是红豆加 Apple 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觉得 Apple 用过就回不去了。好了吗？那我就按好了开始喽。好，开始。噔噔，忘记他们有音乐了、欸，他好像没音乐、欸。天哪！对啊，没音乐。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必须哔哔哔才行。完了，我有点卡。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好，我就选这个。哇，我有点小卡。有多卡、啊？我也不知道。多卡？有比 IE 还要卡吗？是没那么夸张啊。会卡、啊。我天，你还有大概十秒。你必须哔哔哔哔。我在研究到底手机资费要换什么。丁，只是真的在选择题目。丁，你真的有点太卡了哦。啊？真假的？我还卡在这哎、欸。我们时间已经过完了。我没有出现，我没有出现那个题目，我没有出现答案呢、欸。等下洛琳，你答案选了没？不是啊，因为我整个卡住啊，我卡在值日生正在选择题目这里啊。然后重开啊，重开。谢谢，真的啦，谢谢各位，你各位 F 5按下去重来，我这个重开了，那我再重开一次好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好，那我打新的，你慢慢来，我可以继续研究我的手机资费，那个真的要看清楚了，你那个方案什么，你就直接把它截图下来，或者什么的话来吧。因为我上一次我直接续的时候，我本来续的是一个就是两年半，然后缴的费完全一样，可是那个要缴两那个要就是续约是续两年半，然后还多送一只手机。结果呢，我过去然后跟他讲说我要这个方案，然后他跟我讲说哦好哦，然后接下来就一切就开始往我无法理解的地方开始发展了。我没有给，我刚刚讲说的是，我刚刚讲说的是，你看我要办续约，然后我要的是这个多少的方案。他说嗯好哦，然后接下来时间续约的长度也不一样，也没有手机，问题是偏偏还多了，问题是还真的有这个方案。你是用哪一家？是永远走在最前面，还是没有讯息的那一家？是薪资卡比的那一家。哦、oh, ，YB 耶、欸、，YB 晚点到耶、欸、很棒啊！哦、oh, ，我是那个一直、oh. 我是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那一家，所以红豆死在前端。没有，我现在只犹豫两件事情，我到底要继续学生专案，还是要上5G？ 现在只是在思考这两件事情而已。等能时要不要干脆让观众进去，直到剩下两位到来了？要吗？可以啊，我是没意见啊。好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先把那个拿掉了，先到先得，先到先得，看一下，
我记得学生专案是588，可是5G 的话要999，就在犹豫要不要换5G。看需求。因为我手机是5G 的，但是我并没有用过5G。嗯。虽然说我生在一个5G 讯号不怎么强的地方，就是。那你生的有什么意义？黑呀、啊！可是问题是学生专案很亏呢。你再过几年就不是学生了。没有，可是没有学生专案很亏，是以前是588。488没手机，然后588有一只零元机。突然发现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当做 BGA。然后现在是588没有手机，要688才有一只零元机，这其实蛮亏的。还好吧，我自己觉得还好。零元机耶、欸，有零元机要涨100块、欸，不亏吗？好、啊，那就准备开始了。等了六个人。希望他。爱的什么转？值日生正在转团团是转圈圈的、啊，看不懂哎、欸，看不出来。你选好题目吗？我还没有，我只是在看那个。哦，我想说你这样念，哦，原来是吧？告诉我小林，你喜欢一吗？你喜欢动物吗？啊、没有，我周末的时候我开始玩那个文字游戏，然后它真的有类似这种东西的对话，真的是有。我要选这个很不正确的东西，我要选这个。啊，记得要念那个啊，但当然有人没有麦就不念没关系。好，开讲了。哦，告诉我小林，你喜欢原地起飞吗？欸，告诉我小林，你喜欢东尼大木吗？东尼大木，告诉我小林，你喜欢犹太人集中营吗？我靠，好坏哦，是好坏哦。告诉我小林，你喜欢处男？告诉我小林，你喜欢阴性吗？我喜欢阴性。阴性，我觉得犹太人那个太强了，犹太人太强了。我为什么会选那个？就是想要一个杰森把那个图贴在我家外面。啊，用手机看很卡是不是？你很卡是不是啊？糟糕！婆就是要抽到有，所以抽到，所以嗯啊，所以啊，所以好吧，是这个吧。所以，好，就这个吧。其实不是这个题目的问题，是我们拿到的答案并不是非常的，所以暂时有用。我们是抽到有五分卡，所以就对，我们吧不是抽五分，不是我们要达到有五分。那个算赢家吗？还是这样算赢家吗？还是说那个是算最对啊，有过灾难，有过糟糕的人。有了，已经五张了。所以脚趾踢到抽奖，这就解开痕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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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号。可以。啊，可以，竟然可以。抱歉，抱歉，抱歉。也只有我会选这种东西，要不然还有谁？失恋。最糟糕的赢家，就这个。哇，两分了！哇哦，不愧是红豆！哇哦，红豆好糟糕哦！等一下，你这样到底是在称赞还是？难怪会被撞成红豆年糕。我人没有被撞好吗？我是车被撞。OK， 红豆是年度最糟糕，所以是红豆年糕。你竟然敢出现这里，真是什么的脸？真是丢！可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了啊！我觉得这样子选不行，这个东西有可能会被泡，算了，我还是要选。他不是选的，可是我不觉得这样子是比较 OK 的，只是看着还行。这个应该是动画主题，那个动漫游戏 VTuber 主题吗？不然怎么会出现这种选项？神之内之死，你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真是丢迪卡西斯版的迪卡，迪卡，靠呀！
我可以不要讲。好，那你就不要讲，那你不要讲，真的不行你就不要讲。你真的念不下去就不要讲。那这里不敢去，你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真是丢腐女的脸、嗯。哇塞，这个很棒。怎么换我？你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真是丢受控的脸。哎、欸，这合哎、欸，天哪！他前面那个我闪脑中闪过的是那个百万小学堂那个选我睡午觉的袋鼠妈妈，你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真是。丢土不去，何以去人心的脸？我觉得我先不要喝，哦这个、我觉得我先不要喝水啊，不然等下喷出来。雪地猴子，哇！你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真是丢你老妈屁眼！你为什么、啊？等一下，我想一下。那你想，我爸，我觉得快毕业了。是不是要选那种觉得最？你觉得最糟糕，或者是你主观的就好？觉得你是喜欢的，没有，应该讲你爱选哪个选哪个。哦，这很糟糕。哎、欸，没事。哦，选到我，选红豆，选你的题目。吓死、嗯！好，我选这个。你的什么便是治疗一切苦痛的万灵丹？这个我心里有答案了。如果是我自己选，我知道我要选什么。加油，你各位！我可以继续滑我的手机了。嗯，哼，嗯，啊，就这个吧。啊，讲一个比较北西的啊，没有，你先那个，你先开，好了，我等下再讲。你的小孩子的体温便是治疗一切苦痛的万灵丹，那万一是40度怎么办？送进医院？就有事就喝底。你的复健一搏便是治疗一切苦痛的万灵丹。我不要，拜托、哦。没有吧，只是增加重的苦痛而已吧。对啊，增加苦痛而已吧。你的 Life 2D 模型变成治疗一切苦痛的，太可怜了吧？谁的 Life 2D 呢？你的，我没有 Life 2D。你的老二谁大？变成治疗一切苦痛的万灵丹。你的不受控制便是治疗一切苦痛的万灵丹。啊，选哪个都不搭对啊！你在挑嘛，枪的。那我选复健一波。复健，讲复健，是说那个讲很北七的，你那边哼哼哼的时候，你让我想到那个就是阿凡达那个脸型，一直让我觉得很像是村民的脸，那个鼻子有够大。他是公婆，你要帮他念吗？一个人逼了一个人，他是哦，他是逼。好，就这个了。嗯，哎、欸，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好了，那就这样子吧。你的道德底线，就是在秀你的下限，所以这应该叫下限公关吧？所以我们要帮忙念吗？还是需要吗？知道需要别人念吗？一个人当面直接抢了人家男友一个人，他是我们怀念他，怎么那么奇怪啊？你应该反过来吧？有点乱的，是吧？对啊，一个人偷臭了一个人，他是贝多芬啊？偷臭，一个人在高潮时中极淡淡的一个人，他是孙悟空。哦，好痛哦！感觉孙悟空会做这种事。孙悟空会做这种事吗？很痛哎、欸！一个人视讯打炮了一个人，他是 boing boing。What？金，hoppy boing boing，一个人写 code 写到会意淫一个人，他是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少女会写 code 咯？你的意思是说阿尔卑斯山上的少女会写 code， 而且竟然还有网路？对啊，不知道讯号怎么样？你就选你觉得哪一个？爱选哪个选哪个？对，靠你的主观意识。还在思考，耶，没事。果然这样子的组合一定会被投。公司他
拥 有极强的致命能力，光是他的凝视就足以致命，听上去像什么蛇妖啊？美杜莎？啊，我也想选这个，可是我觉得我选的时候镜子看到镜环该骂我。镜子吗？等抽完牌，我再来讲那张牌是什么。这还好，反正就是，可是我是看着看我讲着讲着，结果讲后面就想笑。一方面也可以测试说到底那个，反正就是那个题目里面有镜子六个人，然后6个人，然后五分到底十。哇哦！穿女装拥有极强的致命能力，哇哦！所以穿女装的凝视吗？下一个，迷之美兔拥有极强的致命能力，光是他的凝视就足以致命。你妈也太胖，拥有极强的致命能力，光是他的凝视就足以致命。哇，这个你妈也太胖，也太胖。对你没有，通常讲了这句话之后，你就是准备被打吧。你妈有个胖，像中国说长相好，拥有极强的致命能力，光是他的凝视就足以致命。冰台装 C 呢？早上好，郑哥。现在我有冰淇淋。心理医生又有哇，这个就很强啊，这个就很合理啊，合理又很强啊！天哪，完蛋了，我觉得我要毕业了。心理医生的凝视，哇 ，scare。所以你先完蛋了，选哪一个？拜托不要送我上路，拜托。Oh no！ 怎么？为什么我换了一个哦？这个吧 ，Cuba， 一个能够真正的智能语音哦， Cuba， 那个是那个大陆的某一个恶搞广告，一个就各种版本，像什么韩宝，我觉得他应该对，把前面那个改成可以填空，所以你希望我在那边写讲，不要讲 Cuba， 讲什么宝 ？Cuba， 破宝 ，What？ 不要选，我还进辣鸡腿汤的，我还进辣鸡腿堡。快点，有没有可以帮我决定我要选哪个？为什么莎拉的那个回应一副像是很希望能够被选到？你知道其实下面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字的吗？他打字是公平的、欸。对啊，打字是去公平哎、欸，所有人都看得到、欸。他只是说那个、啊、牌好难被选到而已啊。Cuba， 一个能够真正拉屎在前夫床上的智能语音，也太智能了吧！这都已经是身体力行的程度了。Cuba， 一个真正台湾的智能语音。What？ Cuba， 一个真正无限射精智能语音。啊，进游戏这也就不是公平了，那也可以不用弹幕洗我们吧。Cuba， 一个真正凶猛假洋剧的智能语音。哇塞！Cuba， 一个真正积极跑车的语音，哈哈。那就这个。我觉得这游戏以后要给它新增一个那个自动帮你念的功能。算了啦，你说那个文字转语音吗？对啊，对啊。好了，下一位老师，对不起。我应该在上课。啊。啊，这个。就看你了，反正这个东西你要弄那个方式写也可以，然后我们选一个，我选一个正常一点的，希望我不会因此就上路。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上课的颜色。Oof！ 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上课是你的。FBI 问到我。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上课看你。我就同一种类型的。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上课玩手机哦，好正常哦。完了，这个一定会被选。完蛋了！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好了，好了，红豆上路了，不要让我上路，拜托。你有其他更好的选项啊？不行，你这个太与众不同了。Oh no！ 太狂了吧！大家都在做一些色色的事情。我没办法，我没有更好的选项了。啊！哦！
生，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红豆终究是会被选到的，该被选到的就是会被选到。我觉得洛林这个应该念不出，他应该念不出来，就不念而已了。他要么 念出来爆笑，要么念不出来。在场的各位都会爆笑。好嘞，我的手手完成你的立式后路，我的洞口会完成你的用沙子擦屁股，什么东西、啊？好痛哦！好痛、啊，听起来怪怪的呢。今天才被沙子刮到手而已，超痛的。我靠！完成你的 SNH， 这个 combo 也太强了吧！两个都是 SNH 的，我的骑那么快，别假笑。完成你的 GTA 六，GTA 六还没有上市。然后我的同事与他的3000名弟子大师相信爱他，完成你的靠药我不要，不敢念了。我怎么觉得最后一个很像是红豆的？我也觉得，我们送他上路吧。不是我、啊，不是、欸、啊，不是你吗？我的是那个 Kia King 是被取消。哎呀，好可惜哦，我以为是你。没关系，还有机会。对啊，男的什么，女的什么啦？就看能讲出什么让多姆汤的东西啊。男的。搞听到邪恶的笑声了，完蛋了。啊，是这样子吧？随便选。完蛋了，我听到邪恶的笑声。哇、哦，不用在那边想说啊，这个东西我们要先画线，然后还放牌，跟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整理啊、哦，好轻松好多、哦。男的星宝，女的 ITZ me pickle。It's me, Piccola. 男的狗干女的抽蛋啊！哇哦，哇，这不是开趴吗？男的搞完扭转，女的癫痫发作，前面我、哦、地好痛哦。男的一头撞死，女的撞他啊！太好笑了，我要投的一票。男的我的很大，你要忍耐一下，女的火葬场。我、哦、就选这个啦，不用想了啦。突然好强，一头撞死的沙哑、哎，突然就好强、啊，好强啊！这个，哇、哦，快讯：某男子因 B 被家人发现与被家人被其家人发现于自家客厅倒卧昏迷。我觉得宗教跟政治梗可能不要放会比较好啊。我想玩玩看政治梗、欸。不是，重点是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好理解。你看宗教这个部分就很难理解。对啊，政治梗还好，政治梗还好。我们今天没有禁止，我们今天没有禁止，所以还好。你知道今天是禁止生日吗？我知道啊。可是今天没有禁止，所以还好，因为他在的话，要跟他解释一下那什么东西啊。对啊，所以就变成是你还要再多解释一些东西。老师，我觉得没有的话，应该就还好、欸、有人要讲吗？还是我讲？我男子因为痔疮破裂被其家人发现啊！我男子因数值数被家人发现于自家客厅倒卧昏迷。我觉得我会数值数，我应该就倒卧昏迷了。某男子因为买电影店最后一排角落的两个位置被家人发现于自家客厅倒卧昏迷，闪被闪瞎了。不是吧？是太角落了吧？某男子因为鲜鱼飞机被……我靠！这个不是那个修女跟那个鱼的故事吗？好可怕啊！哦，鱼跟修女那个某男子因为听话让我看看，被其他人发现于自家客厅，然后你好像脑袋浮现出了某一个男人的脸。那个修女与鱼，我知道啊，我知道这个、啊。我不知道、啊，好可怕。那个是一个比较母汤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你要看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最后选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来不及看。欸、你记得你至今吃了多少？哦，你的、哦、多心吗？记得你至今吃了多少？啊，完了！我要选一个地狱来的东西。我这也很地狱。
好了，你记得你至今吃过多少高端疫苗吗？哇，这不是用吃的吧？太不烫了。我们有口服液吗？没有。你记得你至今吃了多少芋头口味的披萨吗？恶心，地狱来的东西。Oh my god！这根本不能吃啊！你记得你至今吃了多少香菜汁吗？哇塞，恶心，地狱来的东西，很可怕。地狱来的东西二。你记得你最近吃了多少重口味吗 ？What？ 我觉得前面两个还蛮重口味的、啊。他的前面两个还蛮重。你记得你最近吃了多少小灯泡的头吗？啊，小灯泡的头啊！好恶心、喔！我不知道是隐喻还是什么东西。这是猎奇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小灯泡吧？小灯泡就是内湖女童割喉案啊。哦。然后那个小朋友叫小灯泡、啊，他妈妈现在是立法委员。也太靠了吧！超猎奇。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某某某竟然跟这一次的阴谋有关？我怎么会没想到？好，就这个了，不用想了，一定是这个了。看到可以选选项，第一个就是这个，不用想。难道是杰哥吗？一两下知道了。想要让我消失就趁现在。那你红豆想要不消失，只好黑箱作业。啊？你这个没有办法 KICK 哦。我可以让所有人都坦白说，到底他们出了什么东西？完蛋了我哦，可以开个案了。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新阿姆斯特朗旋风回新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竟然会跟这次的一模有关，这个到底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毕业卡毕业啊，波波利亚贝贝米多竟然跟这次的一模有关？我们现在是在比长度，对不对？我怎么会没有想到那强力胶粘马眼竟然跟这次的一模有关，这个到底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啊？越来越搞不懂了。我怎么没想到？Oh fucking 天妇罗干你娘！竟然跟这次的阴谋有关。我们今天是来比长度。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分子雷射强光扭曲现象竟然跟这次的阴谋有关？我突然觉得好像最后面这个东西还蛮好的。我们一题比一题长哎、欸。你们这个是很异常哎、欸。那个阿姆斯特朗那个是我出的。还没，你还没有出局。快让红豆出局。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高一点点吗？因为你下次都要高啊。翻开覆盖的陷阱卡，发动效果。要发动什么效果呢？来看一下，翻动覆盖陷阱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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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好，我要选这个很母汤的。怎么把笑成这样？我要被两个方向去玩，算了。还讲了？是在说我吧？没有，输掉。这太可怜了吧？哎，不要紧，你看屁眼，他叫赵丽拉斯，还蛮行的。开覆盖陷阱塔，蓄奴发动效果激发眼，好可怕！开覆盖陷阱卡，性感紧密翘臀随意步，啊、效果带着魔法带来。What？ 开覆盖陷阱卡，人体炼成发动效果。哎呦喂、啊！哇，这你这个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人体炼成、欸，太强了！是谁的？我的，我连你竟然想要人体炼成？我刚本来想走色色路线，但我后来换。很适合你啊，如果走色色路线的话。才不要，一些光。我想来点，怎样啦？嗯，今晚。今晚我想来点。啊，我觉得选这个应该就毕业了。那、啊、就是要让你毕业啊。好啊，那就这样子吧。你就选，搞不好还不一定选到你。我就看你等下会先聊很久。把、啊、红豆一直稳定的保持着听盘的节奏。对啊。第一名。这是红豆的被动。现在所有人都是二，只有我一个是四。就只有你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只有红豆是14分。好嘞，
今晚我想来点，出来就出不来的房间。这太可怕了吧？这是谁？这什么本本？今晚我想来点自烧犹太烟熏烤肉，请你。哇、哦，这个也很地狱。哇，今天是来比地狱就对了。今晚我想来点好粗好大餐饭，好加爵士猛攻，这两个根本就同个性质嘛。今晚我想来点从地板拍出神之卡，要存在瑞士银行的黑钱。这个也太。今晚我想来点幸存游戏加大火烧你蛋。等一下，这左边两个跟右边两个就差不多呀。这两个，你看右边都是那个，真的是地狱梗的地狱，左边就是地狱梗的地狱。嗯我要猜猜哪个是红豆的 ？What？ 我在右边啊。骗人！我觉得我在右边啊。我觉得是自烧、欸。你说？我在右边啊。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是自烧、欸，怎么办？我猜的啦。我要投啦。毕业喽！哇塞！哎，知道。猜对了，太好了，毕业。告诉我小林，告诉我小林，你喜欢犹太中影吗？超地狱，真的超地狱，完全不符合刚刚的那个。真的是不是这个？哇，天哪！好，那个反推吗？还是重玩？重玩，还是同样的东西吗？重玩，那是反回吗？哦，我不小心按掉了，你按到反回，那就按错了，哦、要重开，那是重头吗？啊，快笑死了！告诉我，小林，你喜欢动物吗？我很了解你喜欢犹太人。一般的鼠，好，天竺鼠，老鼠。因为我现在放的是这个样子啊，冷门梗跟宗教政治这两个，我是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可以玩一下宗教政治吗？我想，我蛮好奇它会变怎么样。那就把这个去掉好了，这样子都行，我没什么意见。没意见。你可以放观众。电影跟社交媒体其实还蛮少的，没有，我已经有钱了，我已经没有，我那个我没有遮着啊，所以一定他们要看是看得到的。我在逛虾皮，好了跟我说一下。啊，不行。然后你想要就进不来。刚肚子好。我已经进来了。哦，你就好。我还要保持着五分吗？啊，好是吧，五分好了，反正你可以调高一点，让我们可以玩久一点。啊，那就六分吧。我才不会那么快就毕业。不一定是你啊！开始啦！这不一定是你啊，只是刚好啊，就这个。听，春天到了，又是什么在求我的季节？我决定用那种比较像是在朗读的声音去讲。嗯，好，大家想吧。好，我顺便去换个音乐。好，就这个。这个有在看，应该有在看那个某个东西的，应该都知道，洛琳应该知道。什么东西？我选的答案，你应该知道什么东西。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哎、欸，它反应是我画面只有问号问号问号是正常吗？哎、欸，我也只看到问号问号，完蛋了，它又怪怪的了，怪怪的了吗？这什么正常发挥吗？哎、欸，我也怪怪的。好吧，那就又来了，那我们重开好了，那重开吧。好的，我可以讲我刚刚选什么，我选 Ground Pound。哦，特别应该知道什么东西啊？没事的。啊，继续调整。我接个电话，等一下回来。噔噔噔噔噔噔。冷门梗。啊，先。哎、欸，红豆没加进来，还是没关系。红豆要先不进来吗？刚刚有一瞬间，刚刚看了电影，好像红豆不会出现，这样子还是不用，不用，是没关系。我觉得红豆现在这样子，我不知道他讲多久，只不过我就不能够弄那么多分了，看一下吧，看情况。看各位是想不想先轮替我 ？I'm back。哦，那还好。没有接个电话，处理一下事情而已，还好。那我就先保持六，我就我先不严六分的，不严重。
那就这样子咯。好，准备开始。OK。只是被打电话求救。惯例了。醒醒吧，肥仔，你没有。请填空。你没有。不给他闪是正常的。你没有。我现在有点担心，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还是 处在一个就是问号，然后就是闪着。哦，好好好，没事。哎呦，出牌了，排出去了。哦，合理保证。还好这个东西，这个只要重整一下，大部分东西都可以解决，那问题还不大。它不像其他游戏一样。为什么外面还有人在跨年呢？天哪，跨年多久了？我家外面还有人昨天是在放烟火哎。醒醒吧，肥仔，你没有断开一切的牵连。我靠！醒醒吧，肥仔，你没有这批货很纯啊！好啊，醒醒吧，肥仔，你没有八年的剧情，好像蛮。你在期望什么？醒醒吧，肥仔，你没有三十年单身恶心恶男法师。那你要先三十岁啊！醒醒吧，肥仔，你没有在路边被狗干。啊？也好像还好，那我就挑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妄想。耶，没事。哈，竟然是你中奖了，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爆点，所以就什么是为了什么？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个好吧，这样子吧。好像这个冷门梗放进去之后会出现很奇怪的选项。对啊。啊，没有什么好选的。看了之后冷门梗是不能放的。冷门梗太冷门了，没人知道。好了，冷门到我根本看不懂它是什么东西了。关洛音是为了感度三千倍。哇！海星吸盘是刚才是为了菊花交配，是吗？我真的不晓得这个东西。吹箫是为了跟你阿妈六九。好，行。看成人直播是为了狂吸猛吸。什么？吸真奶吗？再一个，上教堂是为了大洋游侠。好像有种微妙的感觉。哎呀，我没事。哎呀，哎呀，哎呀，换 Jesonas， 进行 Jesonas， 有事故会改什么事？改什么事？马斯，亚历马斯。听说什么最近人气很高？说啥最近人气很高？我想要选一个有点过气的东西耶。我看到了。我要选这个，你看到什么？你等一下知道了。你等一下知道我要选什么了？那这个好了。这个要南部人才有感觉，哦不，北部人应该有感觉。说野猪骑士吗？我没有讲。听说刮掉胡子最近人气很高。谁啊？谁刮掉胡子人？对啊，谁刮掉胡子人气会很高？听说。高雄发大财，已经过气了吧？等一下，很久了，已经过了几年，已经过了，三年内吧。八嘎喏喏，八岁八岁八岁，刮掉胡子的我与女高中生嘛？哦，是那个吗？哦，那个，那个好看哎。说 N T 现在最近人气很高。啊啊！你说地震的快逃最近人气很高。很可怕，今天有地震。有吗？今天有吗？有，震央在台北，很可怕、啊。哦，那是在你们那边吗？他震央在大屯火山附近，还要抓死了，差点火山就爆，差点我就不见了。啊，挑吧，还是这个、啊？刮掉胡子的女高中生，挑吧，挑吧，洛琳。好好的思考，哦哟，中国是。那个吧，中国式家长吧，应该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随便选。那两个题目都很微妙。
陷入了一阵为难。意义不明的配合那个组合，放了一个意义不明的组合上去。哎、欸，哦，还没选完，还没，还有一份，还有一个人的问卷没有出来。哦，好了，在中国的啊，跟商鞅打破还被商鞅嫌弃的，叫做中国的哟哦，在中国的想的叫做中国式救急三合一，哦，他们要射线，我没敢射线。在中国的拳头的红衣小女孩叫做中国式小酷酷魔女，在中国的小花公主中国式小女孩，哎，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一定会被选啊！在中国的躺着玩、坐着玩、趴着玩还是发现好玩，在中国式独立式，哎，欸，这个也很棒哎，欸，算了，就是最后面那两个啦，你上班都玩很棒，我的你挑吧，完蛋了，他陷入两难了。那我先选这个好了。刚刚那个是谁？我。你说另外一个吗？对啊。不是我。那个什么下体发光那个。看来不是我们的。观众吧。你竟敢这样对我？你以为你是什么吗？大拉牙。嗯。你以为你是？啊，我这个没有。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支撑？真的好多没有适合的，只剩下这个选项好少啊！天哪，选项超少的，五个了，五个了。你竟敢这样对我？你以为你是？你是巨锤瑞斯吗？这什么东西？这该不是什么 DOTA 之类的东西？你竟敢这样对我？你以为你是外国人吗？外国人有冰淇淋。你竟敢这样对我？你以为你是？我没有在放鞭炮，不点吗？哦，电网梗，把鸡鸡的把勃起的鸡鸡往汽车的排气管里使劲狂塞猛塞吗？好痛哦！红豆很烫，而且很烫，红豆深有体会。天哪，哎呦，很烫呢。你竟敢这样对我？你以为是 Disney 家吗？Disney Plus， 迪士尼。排气管很烫哎。你竟敢这样对我？你以为是河北采花吗？河北采哈？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日本人，我知道是日本人，这个名字很明显一定是日本的，啊。被呛了。巨锤瑞斯竟然中了，换红豆了。真的？红豆竟然还没有一分。这个什么的什么赞啊？什么的什么什么赞？什么的什么赞？好了，就这个吧。挑吧，秒选。有些可能要另外再去找，因为有些的。有些的 Neta 的部分不是很好理解，我们没有全部都理解到，我们并不是完全的网络居民，没有那么网络，除非我资料传输一下，要不然的话我没有那么网络。啊，还没好，虽然很不妙啊，那个东西居然是很不妙吗？天哪，巨锤瑞斯梗居然是很不妙的东西。好了，红豆上吧，日本的情色赞赞。红豆，你再说一次，红豆，你再说一次，拜托。不要。红颜祸水的伪娘，那念伪，那念伪。哦，红颜祸水的伪娘，哈，还是看不懂啊？那你成一下干丁老师的皮鞭 SM， 口是心非。用吸尘器吸老二的，又大又粗又硬，啊？好。国民党人多了的被
爆干后的过后的爽点赞。我觉得红这个后面应该是要接他妈的，我记得。对，我觉得红豆有看不懂的东西有点多。对，我看不懂的东西蛮多的。你竟然看不懂？我选这个。三次。为什么他一开始都给我第二份的感觉？我觉得第一份不适合你。我长大的地方很少下雨，然后有一天。会有一天。然后有一天。这个。嗯。然后有一天。如果有一天。那天怎么了？那天怎么了？我回到从前。别人是想回到过去，你想回到从前？我想回到过去吗？还好啦，只是歌词而已。我长大的地方很少下雨，然后有一天高雄发大财。哦，天下下钱是不是？钱雨。我长大的地方很少下雨，然后有一天三小啊啥？我找到的地方很少下雨，然后有一天手机没电。噔噔，红豆 out。What？ 我找到的地方很少下雨，然后有一天，啪的一声很快，很快了，就下雨了是吧？啪的一声。我找到的地方很少下雨，然后有一天，学如姐啊啊，还是啪的一下很快好了。我就是高雄发大财，来的又急又猛。啪了一下，然后看一下下雨的感觉，对，莫名的落影突然三分了、哦。这是什么？生于忧患，休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不是？对啊，生于忧患，生于生于，完蛋了，这个选起来不太妙啊！这个谁等一下我来讲。好，开始吧。起步 ，Go！ 生于冻卵，死于爱，要去了。麻痹了。生于冲也，死于也在。哇，Holy！ 生于瞬时中，死于鸡手。天啊！有人要先分享画面，然后给肥鸟看吗？生于早泄，死于千人骑。不是肥鸟哦，外宾吗？哦，因为那个声音的部分就是没有。我现在在看直播。生于钢交恶，我现在在看直播。死于胡志明的后花园。哦啊！怎么办？我觉得我会被选中哎、欸。你是后花园吗？不是啊。还是你是？还是你是？哎、欸，没事哎、欸，郭林哎、欸、，Jason， 你被选中啊，很棒！我是那个野战那一个，风波笑很开心那一个。我不是想说，嗯，感觉很像是，可是另外一个千人骑的那个东西也蛮像的。什么？警察将什么压制在地？接着。哦，我有一个题目很母汤，但它是化学层面的母汤。那 disco， 我觉得我可以讲哎、欸，什么化学层面？我觉得我可以讲，反正我没有选那个。他的题目是 U 二三五啊，啊，什么意思？荷兰料棒啊，荷兰发电厂那个东西。哦，高污染物质啊。好了，杰森，你可以开始。警察将维吾尔族人压制在地，接着大爆射。这个就对岸会做的事情吗？嗯，两种层面上的物理性的，物理性的。哦，搭船上钓鱼，台宣示主权。
哦，你常将未成年人男高中生样子在接着接个丁守中，到底为什么是丁守中？丁守中好无辜啊！丁守中不是还在选举吗？他验票验完没啊？那之后选情越来越乐观，公开也合，没钱，到底哪将陈柏伟？他不是议员吗？啊、议员吗？他没有，他是立法委员被罢免了。哦，立法委员，立法委。台中海线的那个，好了，你选吧。我觉得这里面的政治要素有点太多了。陈柏惟不是差点被做了选角吗？哎，就是我。哦，你终于破蛋了。红豆破了啊！好。我要这个。丁守中，台北的未来在你手啊。嗯。你要唱一下吗？我才不要，我不会唱。YB 要不要唱一下杰哥不要音乐剧？我真的不会唱。你要不要唱一下杰哥不要音乐剧？不好意思，我喉咙还在痛呢，你不要叫我唱歌。对哦，那还没好，你怎么坏？这一段好像他是念的，他没有用唱的。不好意思，我听到你们肚子饿，我这里刚好有个面包，黄豆的，我还不饿，黄豆面包，请你们吃。我叫阿杰，我也你叫红豆，他也常来这里玩，顺便来钓个开子。谁还没有出？好了，洛林你可以了。好了，我今天在学校做报告，我就放出我的大姐，我的房子还蛮大。好了，停，不要唱了，没问题的哦，好。我的老公，你们来我家，没事，我在等你们，我顺便打个字吧。哈，我现在在打麻将。好，下一个，我的国，我的国民党，哇塞，你们来玩，我等你们打，直接睡觉，没问题，等你们打，哦，合理。我打个字吧。我的造物者还蛮大的，哇，你们来玩，好隐喻哦。我懂，造物者是哪一种？造物者就是创那个什么，创造，盘古开天辟地啊。虽然这个东西很隐喻啦，我女娲是死还蛮大的。理论上造物者应该是女娲，因为女娲造人。那个是你要看国家的部分的。欢迎请下盘灵古域的精华。我要选这个。中了，果然是你。就是这么政治不正确的人，洛林直接识破了。就是要选这个，你是在大声什么了？哎，不要念出来啊！哦，没有这个题目啊。好吧，就这个吧。好，就这个啦。啊，我看到肥鸟 Steam 上线了。Steam 上线没用啊。他应该会出现吧？既然这样子的话。Maybe。我叫阿杰。好了，五个了。五个了。你是在香蕉哥哥什么啦？他不是吃小朋友长那个保持那个年轻了吗？这微笑吧。吸取小朋友的微笑，涂抹小朋友的微笑。你是在封城什么了？啊，就封城，要不然还怎么办？对啊，你是在阉割什么啦？啊，应该说某些游戏被阉割了内容，对不对？经常性的，你是在起飞什么了？起飞，起球高飞。红豆，不要起球，你在本次蛋大什么了？啊，其实还好，目前这几个，目前这个甚至都还好。普普通通，中规中，看你喜欢哪一个。中规中矩。哈，红豆，红豆急起直追，天哪！哇，太厉害了！我忘记我这个时候的是五分还是六分的。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否则我们将……咋的？否则我们将……我去啊！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啊！哼，哇塞！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红豆已经会爆炸的东西。那我等下就选那个。谁来了？肥鸟、欸。又肥鸟。我们凑齐人所有人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我们这一场玩完。你先告诉我洛林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这一场就可以结束了。还有悟性呢？悟性不在，他说他可能你一定会选，你一定会选，我就不信你不会选。好，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瘫痪，否则我们将大法师。What？
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疯狂做菜，否则我们将通过国安法。哈啊！那我们去 Overcook 好了。喂，等一下，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公共管理，公共事管理，否则我们将体温过高。已经了，这应该是洛林了。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练铜，否则我们将昭和天王。这个是不是有那么一点不 OK？ 这不太 OK 吧？天哪！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无限射精，否则我们将跟咪酱一样臭。Oh my god！ 啊 ？Oh my god！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洛林哦，这个应该是洛林哦。我们现在六个人，大概要玩啥？还是一样公关吗？三公关可以六个人啊，三公关六个人。我想选这个欸，挑公司管理。他们在公关，因为我刚到而已，所以我现在在打字嘛。可是我觉得最后一个应该是洛林，我妈让洛林毕业的话就只剩现在。你就猜猜看吧。好，那我猜这个。果然我知道，可是我要六分。没有，我们让他离毕业近一点。你讲哪里错了？你怎么看不懂？难道你觉得你讲哪里错了？我问你，就能跑出正义的魔掌了吗？难道你觉得什么？因为相对于其他来讲，我的实在是没什么劲儿，就是。难道你觉得咪酱很臭吗？见仁见智。嗯，挑吧。简单快速。我选这个。我一直挑自己的回应，是来自于哪里啊？我不知道。应该不是我。难道你觉得很奇异就能够炒出奇异的魔掌、啊、正义的魔掌？难道你觉得白虎就能够逃出正义的魔掌、啊、难道你觉得偷做爱就能够逃出正义的魔掌、啊、难道你觉得犯下灭门血案的 Michael Jackson 就能够逃出正义的魔掌、啊、Michael Jackson 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啊、难道你觉得放火烧总统府就能够逃出正义的魔掌、啊、我相信最后一个你绝对逃不出去，你一定会被判死刑。我觉得这个真超伟、啊爆了！可恶，选错了。可是我觉得后面那个有点来劲儿。对不起，我觉得后面那个比较来劲儿。我们都是什么长大的？我们都是，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办？我听他笑那么开心，我觉得不太妙。我的一手好牌变成了一手烂牌。一手好牌，打出了世上最烂的牌局之类的。啊，糟糕，我的那个，还有谁？我的 OBS 又爆炸了。好、哦，哎、欸，我按提交了呢。问沙尔啊，主要是沙尔。完蛋的卡 bug 了，卡 bug 了，真假的？我会换游戏了吗？不会吧？他卡在最后一格，有谁没交？哎呦，出来了。哦哦，那就好。我们猴子大学生都是电动飞机飞长大的。哎、欸，为什么先点那个？哎、欸，为什么？什么是先点、那個？不知道。好了，继续点吧。继续点，怎么了？不是我啊。哎、欸，可以沙呀。沙。马背上坐。这个不 OK 啊！我们反骨都是叫苦连天，当然听不到声音。可是我现在有啊，现在应该是正常的吧？现在对啊，现在正常。那吓我一跳！哇，不愧是战斗民族，我疯子都是我开飞西门町的卷雪车，卷雪车。挑吧 ，back， 哎，居然是我，耶，没事，啊，你带走，哎，如果你要
你必须。If you want, you must to be。英文不错哦。如果你要，嗯。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呀呗，好奇怪哦！啊，好奇怪哦！上吧。啊，没有，还有两个人没跳，抱歉。到底是什么呢？开奖吧！这他妈的，必须查理老母。还蛮实，还蛮符合。如果你要像条狗，你必须小儿麻痹啊！如果你要搭电梯时被夹掉脑袋，你必须介于有与没有之间。我、哦、这句话谁讲的？忘记了。嗯，如果你要失恋，你必须最喜欢树老二。哈哈啊！如果你要大学。有你完事，你必须，然后这是反过来了、啊，反过来。University 有你完四年，你要先 University， 你要先大学有你完四年，然后再没有然后这样子，这个反过来的啊，所以算是能够理解了。可是，哎、欸，你挑吧，你要挑哪一个？嗯嗯嗯这个 safe， 换洛琳了。嗯，快点要让洛琳毕业啊！搞不好在我毕业前你会毕业，这不是歌词吗？这是哪首歌啊？谢尔雪啊！谢尔雪那首。哦，我知道了。我的 fuck。他写给前妻的歌。我真的很，原本歌词是什么？真的很帅。哦。怎么虽然像金城武怎样怎样的？怎么听上去像是什么我帅到分手之类的那种歌啊？天。没有没有没有。那首歌也是蛮奇，哎，算了。有点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歌出现。你要用唱的吗？算了，不要好了。耶！看看看我翻到什么？哎呦呀！他的歌词只有一个字啊，我记得，就是空白掉只有一个字。亲爱的，好了，五个了，五个了，五个了。好嘞，下一个，好难听、喔。真的很不受控的拉屎，你这汤姆汤的、啊。到底为什么？亲爱的，这个我知道是什么梗。因为我真的很，全身都是奇的，我是什么梗 ？LNG。亲爱的，谢谢你，好像我真的很拉斯维加斯，我有点看不懂，有点微妙。我靠，真的很超难受。哇，好 OK， 竟然是 OK 吗？很没有解释。我觉得都，我觉得反正第一个那个奇多的味道，那个是 LNG 的梗，那个我没看过。我觉得那个不受控还比较符合整个句子的部分啊，没事 ，safe。Woof， woof， 那超长的，好想要，我突然好想要，就跳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选这个，不是每次跳的时候都觉得，我跳这个东西好北区哦，天哪！这样吧，啊，好上了，我突然好想要当场去死，我突然好想要睡了李老啊，天哪，天哪，哇哦，重口味，剧情超展开，异议。我突然好想要国民党当政，他去申请就有了。我突然好想要做快筛，你有病吧？合理，真的是有病吧？这很合理啊，那很痛，那很痛哎、欸。
这很合理啊，我突然好想要叫主人，天哪！考试是第三吗？哦、红豆讲述了这一句话之后，我突然脑袋浮现出了红豆穿女服装的画面。哇！哎、欸，你是错了吧？我说当场去世。哦，啊，当场去世，当场去世这么来劲啊！天哪！哎，看看红豆有 ，you got， 搞就我不能再大叫，再大叫等一下会有人来敲我墙壁。啊！结果想不到是当场去世，帮助我拿到了一分。What？ 我说前面那一个，终于知道干嘛玩了，多肚子痛了吧？笑到肚子好痛，嗯，正常啦。让你笑出腹肌，请玩灾难公关。哎、欸，不一定是腹肌啊。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You got A， 应该是 R 啦。You got R。好了。You got 秃头。你可以开始了。You got 北部粽。You got 八干哦 no 八岁八岁。这个合理、啊。You got 哈 ？Elegant，Elegant 是什么歌？优雅。我选这个。不随便去出的就会出现，天哪！那看能不能把这把塞？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吸毒会导致。嗯，会导致。会导致。怎么办？我也想要改出别的答案，给我丢出去了。所以红豆要不然是第一个，要不然第二个。我的答案很棒。我也觉得我这次答案很棒，完蛋了，然后觉得很棒，所以吸毒会导致不一样的成果，不知道，等一下就知道啦。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吸毒会导致征服整个欧洲，太厉害了吧？你吸他了吗？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吸毒会导致，咦？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它的冲击力没有像征服整个欧洲强了。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吸毒会导致令人为难。哦，好啊。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吸毒会导致口交受。啊啊！英国最新研究发现，吸毒会导致很奇异。不行，征服整个欧洲太强了。可恶！征服整个欧洲太强了。后面的不够看。咦？没了，表哥，你要我现在就去。没什么的歌，没啊？北海，北海，血雨相思啊，摁错。嘟嘟，虽然很不想出这个，但是脑海里就跟你讲说 ，Do it, just do it。没有更好的选项了。哦，我要在那个 talking 地方直接放那个 ，just do it。微妙。我比较想要放那个 ，Oh God, please no。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开讲。什么？啊？什么？想要念？说话。没妈逼的。交给你了。给你了。没妈逼的了哥，你要我妈逼，我现在就去。我有点看不懂。没充血的阴茎了哥，你要我现在开始玄关大圣，我现在就去。到底啥回？太混沌吧这个。真的、啊、没大冰奶的歌，你要我吸奶，我现在降级了，自产自销。到底没臭菊花的歌，你要有公社互换，我现在就去。What？ 太混乱了吧，这个。这
这你好混乱。没阿公的阴谋的哥，你要我跟咪讲一样臭，我现在就要去，又是跟咪讲，怎么又咪讲？那个咪讲的出现率也太高了吧？我就是想笑。咪讲的出现率也太高了吧？打冰奶，那咪讲是我出的啦。啊，结束了。Yeah! 啊那个米奖肥仔，你们要打电脑？那个米奖那题是我出的。那你们结束了？好了好了，那个一样那个，我还在打字吗？还是肥鸟先生？那就是加一个肥鸟，加一个观众。肥鸟要上了吗？你们先上。灾难公关。哦，那个数字在那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那个七开头那个。不太好吧？怎么觉得好像你没有很想玩的感觉？是啊，我其实不太喜欢玩的。不喜欢没啥，因为我个在，我怕我现在没事。Yes, do it. 等一下。Oh God, please. 为什么是 please 啊？你知道我最后一题我出那个跟米讲一样臭，我真的是逼不得已，不然我不想选那个选项。就选吧。哎、欸，他本人很好看呢、啊。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啊。他中之人很赞哎、欸。你要看内在、啊。怎么有两个洛琳、啊？不能看外表。为什么两个洛琳？为什么会有两个我？我不知道。没关系，有人名字没有改吗？怎么办呢？等一下要知道了。我重整一下。应该是刚刚那个问题吧，就是之前我遇过的那个问题。还、是你名字打错了，然后要重新再写？没有啊，没有，是我刚刚重按。不然我们直接开始看看发生什么事。哎、欸，不是，他应该卡关了、欸，因为那是 bug 吗？那是 bug 吗？应该是 bug， 这是 bug， 然后那就只有重整了。重整？啊，好想要那个用宗教政治梗，这真的蛮好玩的。因为宗教政治梗会比较不好，我们也可以用游戏或 VTuber。那个我放了，那个我开心放了不是吗？啊、哦，有放啊。所以要开新的这个吗？等一下我先，正好等你开。我也看到两个洛琳。重开。听上去像是什么两个爸爸那个故事？两个爸爸不是那个电视剧吗？对啊，那个还算好看的，天哪！哎、欸，那很好看啊，只是而且那小朋友也长大了。讲的，那个已经是我小时候看的东西，到现变成到现在。哦，要再放一个观众，那 OK 啊，那 OK 啊。看谁要进来自己抢。因为 YB 还在跟麻将，我还在打麻将中，那個、不好意思。说到麻将，用内心交流。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嘿，嘿，要确定是雀魂还是雀姬啊？要不然的话很难选。雀魂吧，魂都是雀魂啊，三个都是在打魂的、啊。只是要确定要固定一个项，要不然的话，反正、今天跑的是雀姬，明天跑的是雀魂的。哇，有没有跑进来？飞鸟进来吗？反正两个都可以。啊、哦，重开房间嘛。对啊，对啊。所以你们要放那个电影，你只要放上面四个，你们要放那个电影。社交媒体有点就算很多了，算很多了。北海，血雨相思。为什么完蛋了？天哪、啊、！F 5直接 F 5。对啊。我的虾皮购物车越来越多东西了。啊，好了。我看你们是不够油哦，佩哥。哈哈哈！哈，佩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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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大丁，哇，太无情了！你真是太无情了，无情单杀，无情双杀，哭啊！哭啊！哇，好怀念的东西。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很真情流露，不知道为什么。亲爱的龙龙鼠，太无情了！哭啊！想一下。我发现玩这个游戏不能喝水，不然随时那个水就在喷出来，往电脑屏幕飞过去。那是你的问题。哇，还缺一张，还缺一张。还有谁？还有一张黑暗大法师的左手还是右脚？还是机油杖？啊！太无情了，暴屁！你实在太无情了，无情单杀，无情双杀，哭啊！哦，真的是好狠哦！天哪！太无情了，龙妈妈，你实在太无情了，无情单杀，无情双杀，哭啊！那是容嬷嬷吧？嬷嬷吗？哦，抱歉，念错了。
太无情了，两个礼拜以后，你实在太无情了，到底是无情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懂，这个我看不懂。孤独及星球，太无情了，工地主任，你实在太无情了，无情单杀，无情送他哭啊！工地主任，太无情了，毕业设计系毕业生，你实在可怜哦。不是，我刚刚变反了，变成毕业系设计生。不行，我觉得碰壁比较。毕业系是哪个科系呢？毕业系设计生。毕业系什么？我也在跳题目上来、欸。你没有跳题目吗？他已经跳了三次了。哦，这个啊，请叫我什么博士加先生？请叫我派大星博士加先生。应该印象中原文是这样。就这个。哇，不行！我觉得我刚刚自己念反那一段还蛮好笑。所以请问毕业系是学什么的？让人毕业跟让人办毕业典礼的吗？要想办法让自己毕业，要不然就被他整死那种。啊？设计的那种。毕业系设计，我必须立刻毕业，要不然我会在里面写一大堆作业。还缺一张。Hakuna Matata， 请叫我 Hakuna Matata 博士家先生。有没有什么比较母汤的那个名称呢？可以不要吗？请叫我糖香料，还有美好的东，还有美好的味道，博士家先生。啊？他真的是博士啊？有一个没有丢哎、欸，空的啊？可以点了。请叫我你妈死了，博士家先生。请叫我伍德博士加先生，请叫我克林奶粉博士加先生，请叫我包包换包包博士加先生。欸、这个就空白了。哎、欸，还没出啊？有人没出啊？哎、欸，不是，我有出啊。哦，那就选你吧。啊，他不会加分哦，可恶。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刚刚已经点一个东西出去了，就是 bug、啊。早上好，台湾。现在我有。我的没有出现。错。现在我有。好混乱哦！我刚一瞬间不晓得我到底我的东西有没有出去。天哪！你知道我刚刚是那个什么？我刚出的那个选项是你妈的那些赞，博士家先生。怎么想应该都是那个会中啊，结果什么都没出现。呢、欸？还有人没出现。早上好，台湾！现在我有冰激凌。等一下、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问题很大。问题是出现在就是我的不知道什么丢了，他没反应的身上。完蛋了！现在你有冰激凌。讲话出来了。等一下就只好那个了。没有，我现在严重怀疑，我现在非常严重的怀疑。你先按第一张，现在要少一张牌、啊，完蛋了。不能啊，不能点啊。我可以，哎、欸，有了。早上好，台湾。现在我有中国大陆。谁啊？谁说的？台湾。现在我有，哦，太有了吧。哦，好赞啊、哦！这今天不是你出的。早上好，你怎么知道？现在我有。好，早上好，台湾。现在我有 iPhone， 哦，真好。没有，那就代表因为我出了，可是他没有出现，那代表我的东西。你怎么知道那个不是我出的？这样之后我要重整吧，因为我的现在我的没。我觉得重整吧，反正我们刚玩。哦，那就重整。直接重来。太爆炸了吧，这个。洛林朵全部重来吗？对啊，全部重来啊，只能全部重来。F5。洛林朵到露西亚那个不是我出的。看你的反应。啊！可恶。请保持血色。哇，我看到虾皮上面有人在卖交通锥。感觉可以拿来当圣诞节交换礼物。交通锥？哇，这个就是路边那个雪糕桶啊。你说那个三角？应该怎么加入？还是一样那个？有新的编号了。新的啊？不是，这个问题很大，到底是啥 ？What？ 它的 bug 很多。哦，重新聚吧。哇，这个数字也太完美了吧。2000。2000 Windows 2000，波轮2000。哦，结果出现了，石英室。
欸、不是、欸，那这代表说我刚刚上一回爆爆炸那一段，那个真的是爆聘之类的吗？太无情了吧！结果真的太无情了。死因是，啊？你把点了了吗？还是又点不了了？我现在，换我现在看到值日生正在选择题目，那还没选完吗？还是选完了？完了。完了，我就选完了，但是不是很糟糕？那你等下倒数结束试试看，等他倒数结束试试看。如果问题的话，那就现在卡在零了。没有说等我们倒数结束，不是那个。哦。哎、欸，这个问题也太大了吧？可是我又不知道是哪个错。完了完了，他现在卡得很严重。完了啊！我们要去打高尔夫了。你、欸、这么残酷，没看到游戏开始。不行，这有问题。有谁要负责看一下吗？完了，我快起飞了。啊？你这样子太了。我现在在四位，我快起飞了，我剩9400。有妹说他超级卡，代表说这个一定有问题。好、啊，四就重开吧，我开。啊，好，换红豆开好了。嗯，这就没办法，真的是严重超载。哪个托比啊，那边随便超载的。我要打高尔夫，要打哪一个高尔夫？打新的那个还是旧的那个？我们现在要打新。如果要打新的那个，就要还要载，因为我还没载。我已载好了。刚刚就很多问题，这样间接导致就很卡了。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是什么情况。还有谁没进？你那个选择题目要不要按个20秒？按成20秒好了。我觉得是这样啊，你那个，你这个要把它就是开心分页嘛，然后放出去，你不能。切到其他的那个浏览器，不然不能跳视窗吗？我没有跳、啊，我刚才跳视窗就直接那个哦。好，开始哦，上吧，一个招，王道先，我看一下，嗯，会得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有一种听到陆星在讲话的感觉。对，嗯，都是因为，不是，都是因为瑞凡，都是你的错，嗯，回不去了，瑞凡，不是时辰吗？我是瑞凡，是西利瑞凡，还是西利时辰？西人区，我是命运十字门的选择，我印象好深刻了。五张了，会得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哦吼，哦吼，听起来超好笑的。会得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润语初号机》，哇靠，哇哦！你确定是忧郁症不是耳聋吗？得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饥渴难耐哦。OK， 会得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八点档剧情，哎、欸，就是到底是播到底是播了什么东西啊？天哪！可是有时候不会，我觉得不是忧郁症，应该是躁郁症。那忧郁症跟躁郁症两个人，好有点不好分辨。忧郁症就是忧郁，差很多，差超多的。差很多啊！会得忧郁症都是因为恋童。Oof！ 我要选这个。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没有其他的选项，可是我看到这个哦吼，我就觉得嗯好，就选这个。哎，各位起飞了，四位东巡。哎呀，登陆就送。这个不用想，一定这个了。登陆就送。雷神送大娃娃。这个。哎，好了，登录就送 ，It's fucking rule， It's fucking rule， 狂暴化哥，登录就送马屌，哦，这是阿里山小火小阿、啊、火山小弟子，哦，就是哦，哇，好强啊，好强啊，好登录就送吗？这是招式流传哎，登录就。跨黑宝宝是什么东西？跨黑宝宝三回，不知道。哎呀，这个好强哦！78463，有妹，换我了。
今晚就去什么吧。为什么我选了那么多都是 LNG 的？今晚就去。Subway。今晚就去。Subway eFresh。啊，跨，好吧，跨黑泡泡，太多了，那就是 VTuber 的那个部分。今晚就去，好，今晚就去火烧露西亚吧！哇塞，可以定案的吗？可以定案的吗？不要起来！不是，到底多不待见这个、啊？洛林激动到爆音了，今晚就去口哦好，不是我啊，今晚就去对着路边被车碾过的老鼠打枪枪吧，哇啊，老鼠，今晚就去 Sugar， 今晚就去开庭吧，开庭不行，火烧录像太强了，下一站高你吗？火烧录像太强了，哇，红豆你的爱之心折之切吗？对，爱之心则之切，毕竟他已经消失了。嗯，他还存在在你的桌子上，不是吗？对，他存在我的桌子上。哪天如果有个男性的 coser， 然后直接 cosplay 成那个露西亚的状态，你会怎么样？我应该哭吧？哎，有啊，我看过，场次有。不要贴给我，拜托，谢谢。真的有的男生这样穿？不要讲，拜托，不要贴给我，拜托，谢谢。所以一开始是所以哦。所以暂时将你眼睛。嗯？这是这个好难选啊！啊，随便选的吧。随便选，等一下选他，记得。果林，好，所以爸妈天上看我才能爱用飞机杯。What？ 好 ，What？ 对啊，我就怕被骂，我才能说话公路落海，太可开太快了，很可怕哎、欸，开太快才落海的吧？所以政府派来的性教育导师，我才能不被搞吵。所以又香又辣又骚又正，我才能燃烧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呀、啊？那这好像很合理，还蛮好笑的。所以用点的，我才能寄刀片给作者。对对对对对，我要选这个。yeah, 又香又辣，耶！飞鸟出题喽。你这么犹豫吗？对啊。我都有吃完了，我刚才吃完晚饭，可是吃太多淀粉了，现在好困。天哪！如果今天能怎么回家？我觉得这个这一段我选的这个答案，如果被剪成精华出来的话，就是那个应该会加那个 Oh shit！ 你确定不是 Wow？ 没有，应该是 Oh shit。也有可能是 Oh yes， 没有，一定是 Oh shit， 但也垮利尔哉，不然就直接被马赛克掉，直接禁播，我就只留个 0.01 秒的部分。B， 如果今天能够 B， 还有一份啊，好上了，对啊，可以点开了。若今天能加入黑社会回家，必须先小玉换脸。我的发生什么东西？看不能算了。如果今天能加速度回家，必须先跟着节奏动死动。跟打金牛吗？如果今天能跨下肿胀的黑龙回家，必须先什么东西？我操！如果今天能 Spirit Run 回去。必须先用50加仑的水去润滑什么东西啊？我看不懂，有这么困你啊？就 get 不到点、啊，然后我们是有点困的，啊，随便这个好了。What？ 还是随便的部分吗？应该是在某个地方觉得天气那个很温暖，想睡。估计非常现在是躺在床上。房间的确是挺暖的，外面现在刮风下雨。
现在16度，我房间大概23度吧。我外面只有15度哎、欸，我房间还有20度。我在想这个，哇，这个，我在想要挑比较他们那个，还是挑大家比较喜欢的、那個。啊，我要选这个，可是这个不是我的最爱。我选要哪一个好？还是这个好了？我选这个，但是这个我要选比较母汤的那个，还是要选相对正常的那个？随便啦，删啦，五个了。谁啊？按吧，妹。可以按的，可以按的。你有延迟啊？你要等他延迟啊？可是这个应该手机或者是网页的情况应该是可以点的吧？不至于吧？龙鼠，我突然发现那个 I'm you 不是什么是谁啊 ？Corona 有妹啊？烽火观众，女学生把马尾露出后颈，我的最爱。哦，谁啊？谁写的歌？没开房门，他眼睛里死掉，我的最爱。哇，这个好嘲讽啊！欧洲人，我的最爱。海龟鼻子里的吸管，我的最爱。你这是什么奇妙的癖好啊？天哪！快！海龟鼻子里的吸管，快！他在思考。完蛋了！不要选我，拜托。没开房门，在岩浆里死掉。哎呀！绑我要讲绑马绑马尾不适合这黑肠子才是真理。哦，好了，换你了，出题吧。要是能回到从前，我就什么的什么，应该是两个吧，对不对？对，应该是两个。我就。会，他回他回到从会到从前，对啊，他打会到从前，你说应该是回到从前吧？你就写错字了。我就，你就，对，这两个没有错。哇，个人得不到点，奇怪。可能因为你比较困，所以你的感度比较低啊。没关系啊，你可能等一下就会听到打呼的声音了。要是能回到从前，我就哥布林边食屈之，哥布林边素食屈之别院。啊？要是能回到从前，我就大喊蒙呀蒙呀啾。合法萝莉，这是个人癖好，应该是反过来吧？这个应该是反过来才对。要是能回到从前，我就插圈插圈迷幻模糊。我想到那个咖啡包哦，你说那个，我这边放那个迷幻蘑菇。要是能回到从前，我就桌游浪漫呐、啊，什么东西？要是能回到从前，我就烧他全家，打他妈妈，黑人抬棺。哇，就这个了，太顺了吧，这个超坏的，太顺了吧，这个。哇，我杰森高调。哇、wow ，突然大爆发，杰森快毕业了，差一题。真棒，太棒。无聊时研究一些，现在在打友，就研究一些，研究比较可控。好，就这个。虽然不晓得，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丢出去应该有些化学效应算了。剩一题，有剩一个。开讲喽！这几天无聊时就研究了一些 FBI Open Up， 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些FBI Open Up， 为什么 FBI 会 Open 呢？这几天无聊时就研究一些 M 字头，还蛮有趣的。嗯，哇塞！这几天无聊时研究一些南部粽，还蛮有趣的。南部粽就是麻吉，不是吗？啊？今天我要去研究一下，我要进来的还蛮有趣的。那
几天我有时间有一些浩浩，还蛮有趣的。研究一些浩浩，研究浩浩干嘛？那个量词也太奇怪了。浩浩不是叛徒吗？嗯，很挑。我要研究什么？可以研究浩浩，研究一些，嗯、研究一些浩浩。你也可以研究马吉。哦，不对，那是南部众。南部众跟马吉没有关系哦。南部众长得像马吉，是吗？北部众就是3D 欧版，南部众就是马吉啊。Why？ 哦，为什么？大概懂。我喜欢 FBI。你喜欢哈？没事没事，是这个吧？知识就是，知识就是热量。嗯。给了一个奇怪的项目，知识就是热量，一个奇怪的范例。我选这个，好棒哦！答对没有？我觉得疯疯念应该念到笑文字机，看看。还有一个，还有一张，还有一个谁？啊，出现来了！知识就是垃圾场哦，好哦。某些死了，这是我多不喜欢知识，像什么二元一次方程式之类的。知识就是 Siri， 哦，的确还蛮合理的。直接问一下 Siri 就出现了，然后没有，这时候就要大喊 ：“Hey Siri，OK、okay, Google。”知识就是心爆气流产，哇塞！我听到我的轰，我刚喊完之后，听到我的轰趴噔了一声，叮！知识就是台湾高等教育，好、啊、也行吧。知识就是替身，替身。我觉得 Siri 好了，耶、yeah, ，的确先耶喽，的确直接问 Siri 实际一点，波噜会得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哦，哦好了，你就直接按重玩就好了，完了、啊，对，就没什么悬念的一场 ，YB， 我们来提高一点分数好了，替位替地位替位。你不行了吗？我快玩到睡着了，没有快不行。再不玩游戏，我就要玩到睡着。你很难换游戏了吧？这个时候只剩15分钟，你跟我想要换游戏？对啊，哦，那我们来挑战玩个，我们来挑战玩个2分就毕业好了。两分就毕业太四分吧，四分吧，四分吗？好，那、啊、那个选择，不然你可以玩9分，你会玩到没完没了。你那个选择题目一样挑20秒，你要不然大家有时候那个犹豫的时间久一点。我换外币删掉，这样也有200多题耶。你不要这样弄好不好？这样的话，这个可选也太少了吧。因为我怎么被踢掉了？那为什么我没办法踢人？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踢人。好嘞，好嘞，好嘞。我又进去了，我又进来了。那够了啦，322题够我们玩的。好，准备好吗？可以出发吗？上吧。可以啊，来啊。你要看到你连真正在选择题目，《假面骑士》的新伙伴，不愧是你们。怎样、啊？啊，就这个吧。哇，这个大家出蛮快的。等一下，是不是有人没有进去？那个啊是怎么回事啊？啊？觉得不太妙啊、欸，这个。等一下，有两个人还没出题是卡住了。U 妹好像是说没有正常重进，所以大概爆炸。完蛋了，重用吧。完了，重用吧。跳跳了。就目前看起来一定是。你各位 F 按下去。F 五跳。妈，不愧这个网页还蛮灾难的。到底灾难是公关还是网页？不知道这个换成用 IE 玩会不会更灾难一点 ？IE 不是已经退休了吗？2月10号，我是用火狐啊，我用的是 Charm， 我是没什么问题、啊。不然我要开个 Safari 好，用 Safari 正在排队进入，请稍。哦，进去了。嗯，完全有两个空格，不晓得到底灾难是网页还是？好嘿嘿嘿，秒速秒速，对对，好 go go，
阿基报告，阿基报。我刚刚本来那个新伙伴是阿后一，只要什么一出现就掉帧了，是要怎么打？好，可以趁现在喝水，不然等一下因为不然等一下喝一点喷出来。那这个吧，技能怎么了？怎么那个技能到最后问号问号是啥？等一下是卡住了还是？我不知道，我还在等他后续写了什么东西出来。今天去找我加了两个东西，我拍给你们看。你到底加了什么呢？我可以问一下有谁没出题的吗？还是都出了？他说抱歉，又没有进去游戏。重来 ，F 按下去。哇，这个网页真灾难！天哪！哇，拍给你们看灾难。我今天去加两只。对，应该是吊死，吊死，吊死的。哇，两个杀手啊！天哪，那个，为什么我看到上面有一些什么很母汤的东西啊？我没有看到。我等下截，我等下截我的 VOD 给你看。九岁幼女好可爱。我没有讲，你讲的。哦，两哦，这个吗？啊，这个是夹娃娃的吗？对，它是吊死，它是两个、那个小台的夹娃娃机里面出现的，我就。看到就很难，小台的很难。可是小台的，你要说好夹，好像也不一定，也是这样。没，其实没有好夹，只是刚好好夹的很烂。啊，所以有妹妹要进来，那还有是有勇者卡比，之前还有一只是厨师卡比，嗯，什么厨卡比？厨师卡比，厨师卡比，厨师卡比，厨师卡比。好了，再见。再挑一次你的题目。霍尔的移动什么？霍尔的移动。啊，听到这个笑，我觉得不太妙了。不是这个，他已经笑到，他已经笑到无法自己了，怎么办？这个是我之前讲的，在同一个地方讲。这个也太搞笑了。风破秋干呢，赶快叫救护车哦。五张了，五张了，五张了，五张了。好，霍尔的移动。嗯，我怎么听不见了？对啊，我怎么听不见了？真神奇的音乐。霍尔的慈孤观音，移动慈孤观音。霍尔的移动狼牙。霍尔的移动大爆炸。霍尔的出草。移动出草。移动出草是什么？哎，你选了移动出草，霍尔的移动出草。我觉得这个完蛋了，我们的风波笑到无法自己了。怎么办？好灾难！我天啊！希望死后地球上的所有什么，所有什么，通通都可以带上。所有什么东西都通通带上天堂。我传了厨师的卡比，厨师的卡比，没有了，这是卡比哦，卡比，我比较想要买那个盒碗的部分，盒碗的，这是一个小造景的，对啊，对，我知道，有那种就是那种像是贩售机，然后就是你要你就直接点那个盒，就买那个盒子这样子，直接买，嗯，它就掉下来。杰森可以开始了。希望死后地上的所有期待自信箱，通通可以期待上天。我是期待自信箱，就是举弱。哦。希望死后地球上的所有我 CP 的超赞色图，通通可以带上天。这个好棒哦，我喜欢这个。那时候地球上的所有野原广志的皮鞋，通通可以带上天。不要臭死啊！很臭。哇，这个天好臭哦！天哪，那时候地球上的所有大鸡鸡美国黑人都可以带上天。这皮卡太那个了。那时候地球上的所有滑稽魔铁，通通可以带上天。还好是这个啊。谢谢谢谢，谢谢色图，谢谢色图。哇，门内是该出来吧？那个快出，快点。这个吧，那什么 ？Lancer， 我以什么？
我以什么命令你？什么吧 ？Lancer 嘛，对不对 ？Lancer 嘛，差点要差点要讲错，变成 Cancer， 癌症，差点变成癌症。我以什么命令你？太糟糕了，太糟糕了。Lancer， 刚有人的麦特是哭哭哭哭，我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在咳嗽。哦，不好意思，笑到咳嗽是不是？不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咳嗽。他叫那个什么长新冠，你说 Lancer 吗？对不对？好，嗯，还差两个 Lancer。还有一组 Lancer 幸运一，蛮惨的。Lancer，、Lancer， 我以富田姐妹花命令你大爆射吧。Lancer， 我以咕噜林波命令你来头喷水吧。好惨的、哦、这个。Lancer， 我以木兰没有胸命令你加小配件面包吧。这谁会问我？咕噜林波。Lancer， 我以 AI 人工智障命令你喝吧，这个连文字还写出老天哪 ！Lancer， 我以水衣不眯射在他脸上吧，哇塞！孤零波好了，孤零波，耶，我还蛮那个的。哦，铁生好猛哦！嗯，要困起来。可是我觉得我选这个你会不会不懂啊？选啊，不懂就 Google 而已啊。BDSN 到底是什么？BDSN 他想，没关系，你们不要管 BD， 你们管 SN 就好。嗯，嗯，我觉得我先选完题目再来看啊，我找维基百科页面了。你真的要看啊？等我等一下研究一下，我觉得一定是很母汤的东西。当然是很母汤的东西。我来搜寻一下好了。完了，大家被我带坏。啊，随便挑。我去搜寻一下。搞这种东西还是比较留记录的好，开文。所以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不是就变成说是默默的就到越来越后面，你就发现他的一些缩写的那个写法就越来越多，哦、就开始搞不懂到底是啥。哦，原来 BDSN 是这个哦，我已经知道什么东西，所以原来我已经想的东西的没有，谁跟你不是想要这个是 boing OK， 最好的变得不是看成人直播，而是换妻 play。哦，这个合理哦。为什么又一个？不是换妻 play， 是换妻 play， 哪里上一个？可恶！哈哈哈哈哈！彻底三合一吗？这已经不是了吧？这个已经单纯的只是，不是被厕所抓住的魔法少女，而是口交后。想一下，嗯，你想一下，要符合现实的话，符合现实，嗯，符合现实，这个吧。哎、欸，我的剑没事、欸，哎。另外一个换妻 play 那个是我出的，谁都没有想到会出现两个换妻 play， 对吧、啊？对啊，走写，也没有想到洛琳会选这种题目啊，成为什么什么王啊，去成为什么什么之王吧。嗯，啊，我也想选这个，可是一定会有问题。这个没事啊。外宾你讲的哦，好像不 OK， 这个好像不 OK， 这个不 OK， 外宾你讲没事的、哦。YNB 五二一六，啊，你自己看右边那个。对啊，抽低的是他，他当然讲没事的、啊。哦天哪，我觉得我刚刚出了很不得了的东西。我刚里面的选项原本有个初音，可是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好了，这一算。我也出了一个很不得了的东西，看得懂看得懂。我本来有一个选项是初音的，可是我没有选。我觉得大概爆炸，所以还是不要。听就好，我们一切只求开心的。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以上也不代表本台立场。是不是也没丢啊？啊，是不是也没丢？衣服好像是。富田姐妹花到底是什么？
不要查比较好。你确定你要知道吗？我是觉得你不要知道比较好。我是真的建议你不要查比较好。那我就不查了。凯蒂又要进，我去成为我的闭眼抽看他让很惊讶之王吧。贝塔胡尼去成为面前的真面之王。好坏哦。用使用者去成为。空空如也，一定是没 有人没有放。哦，你选的卡就卡在画面上，选不出来是指说卡住了是不是？你就调吧。哇，快笑死了！没有特别喜欢的，也没有特别让我惊艳的。嗯，你就挑。哦，单纯超死了吗？好吧。吓死我！不要挑太多了，棍子有子、欸、哦，没事。那个贝塔虎尼是我出的，我出的是路卡利欧。我想了想，就喜悦。等下这个要谁念？因为这位没办法，没办法出声。看看看都可以啊，看。等下我可以帮他念。如果有卡 Q 就完美了。不要，你们来开讲吧。好了，开始了。开讲吧。开讲喽。他说点 YB， 他是希望 YB 念吧，应该吧。好啊，来，是呢，你去好高干。你听啦。好了，下一个。你要继续点啊。是呢，杜甫斯是波斯的邪恶企业。是呢，没有这个那时候念都还有那个。这里面有两个是你只要看文字就已经会有声音出现了。其实这每一个都很不错。读书是不是得写的职业？你听我讲。我这是两个好猛。读什么啦？什么？我是跳哪个了？我哦，救护车来了！啊天啊！我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了。救护车来了，谁被抬走了？这个名字正好没有办法。好卡。嗯，很卡。我不管了，我就只是想选这个而已。没关系，大家慢慢选，我可以看个新闻。哦，天哪！哦，天哪！我没气啊，快把自己笑死！怎么没气啊？怎么了？我没气啊，我跳掉椅啊！你跳掉你？没事，我再加一次，看有没有跑。没有办法啊！啊！我不小心按到，关掉了，他就出去了。呀！呜！我不螺丝锁马眼呐，马眼。啊！我不磕一单了，帮帮厨。哇哦，就在抢！不要高潮啦，大屌萌妹。好可怕！好可怕哦！我不对，一直找茬的奥克欧拉欧拉，打妹打妹打妹哟，打妹打妹哟，打妹打妹打妹哟，打妹打妹哟，不对吧？打妹打导游吗？没有，因为他不会吧？他不会念，所以就这样子打了。我不刚刚好啦，精灵宝可梦，我选这个。七奥克，为什么？讨厌奥克，我乱那个的。最讨厌的东西就是奥克了。我宁愿跟他吵架，我吵完架我自己处理克数就好了，我不想管他了。抽一只，保一只，抽一只，保一只，抽到佛你会。这是买猫哎、欸，抽一只，保一只，抽一只，保一只。
呵呵，啊牛，啊啊，是咧说理由，啊是咧说理由，这个就尴尬，圣诞过了啦，圣诞过了啦，可是你头贴还没换回来啊，我还没换回来，所以我可以继续啊是咧说理由，不是现在这个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因为 YB 跳出去了，所以他等同于他这个地方一定会把时间耗完才会进行下一次。没关系啊，啊，快笑死了！啊是你手里有，啊是我有你。你去无干了。抽一只，抽一只，抽一只。听你讲过好肉，哦，你会被小屁孩杀。老婆，你会被打，你会打手枪哦？啊，还是蛮实际的。老婆，你会看着这边老人爱爱？你这个是发誓要做什么事情的吗？这是什么条件吗？发毒誓吗？老婆，你会 kill my boss？ 你这个是让别人帮你保底吧？太可怕！空空如也指的是，就是没有出牌啊？不是，我说空空如也代表是你的钱包空空如也。没了，结束了，出场，这些两个字出场啊，刚好十点了，那就关掉吧。希望死后地球上的所有我是一批的超战射手，通通可以带上天堂。哇，旁边是蔡英文脸，每个人出现旁边脸不一样。我现在这个脸是秋意的，我以孤零扑灭你，奶多喷水吧，孤零扑。好了，今天先这个样子，快笑死！先到这里了，哦，肚子好痛，我天哪，滚吃羊肉。